子吧。蝶儿，我又不小心弄破宝宝的衣服了。蝶儿，爷爷的墨汁跑掉了啦，怎么办？姐姐，我肚子饿了。你们啊，每次都粗心大意的。我的毯子也是，那么粗鲁，老是打破东西。好，那么这一次就用黑暗精灵朵来抓卡兹吧。爷爷，爷爷！什么？你说蝶儿不见了？